大概2002年的时候吧，那个时候我在上初中，然后那个时候就刮起了一阵范特西的旋风嘛，大家知道吗？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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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超喜欢的那一首，让所有人都觉得哇，太好听了，就是很不一样，惊世骇俗的那种。对，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每天抄他的歌词啊，抄歌词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在笔记本上临摹他那张专辑的那个啊，戴帽衫，戴着红帽衫，临摹那个画像。更夸张的是什么？我会在手心写他的名字，哇，就是要永远把它攥在手里。我会在手心一直拿圆珠笔写他的名字，就是写周杰伦那张范特西专辑那个 JAY 那三个字，现在都还有。真的假的？哇！哎妈呀，真的！哇，这个厉害！天哪！妈呀！我这个太厉害了！哇，这个很感人。那个时候，我一听到范特西这张专辑，我就想象。我什么时候能有一天像周杰伦一样，就是下面有那么多人在唱我的歌，同样我要穿着那一件帽衫。我觉得今天在现场，就是说我既然把这个事情都说出来了，对，我觉得搞一搞，对，一定要下来吐一下我的偶像周杰伦，真的来来了来了，哇哇哇，周杰伦来了，周杰伦，然后等一下，我为什么要你为什么要捂着？因为确实太好笑了，哎呀，好笑，好笑，杰伦，哎呦，不错哦，哎呀，蛮像的，蛮像的。一世英名毁于一旦，但是我一定要致敬一下我的偶像，真的。来 ，DJ drop the beat。少年里面有一个兵是过数关，店里面的妈妈上茶楼有三。乱叫全叫无数老板，烈烈上上甩将枪，一定是公母最暗藏，我几种照脸不删，他们儿子我习惯从小就耳濡目染，什么刀枪棍棒我都耍了有模有样，什么兵器最喜欢双节棍儿中带钢，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，怎么改怎么改，不吸毒那些正在怎么改，双手怎么改怎么改，一时全力卸下来，飞檐走壁莫奇怪，去一去就来，一个马步向前，一记左勾拳右勾拳，一句惹爆我的人有危险，一再抽烟一根我不抽的烟，一放好多年他一直在身边啊，怎么改怎么改，我打开任督二脉，怎么改怎么改，东亚兵不能招牌，怎么改怎么改，双手给我一下踢开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使我之人前进，人者无敌，时时在练太极，风生水起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快使用双截棍，哈哈哈嘿，如果我有轻功，飞檐走壁，无人敢争不去，一身正气。谢谢谢谢谢谢先生。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耶耶！太卖力了。因为我现在也在做一些就是中国风融合的说唱音乐。我虽然没跟周杰伦老师有合作，但我接下来马上会跟方文山老师有合作。对，对，我觉得也算是我在向偶像一步步靠近，一步步靠近嘛。对对对，先做到这里。对对对。我之前还没有出道的时候，我特别特别喜欢黄子韬老师。哦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有机会去看了他们的演唱会。那个时候我也是幸运儿上了舞台，哇，还上了台？对，然后我上去了之后，我就一脸懵，我就说，我该干嘛？然后我就一直坐在那，我不敢动。后面呢，黄子韬老师在我坐的位置后面，他给我递了一张纸，然后我就一直然后我看到的东西呢，反而不是他们，我看到的是观众，就是觉得哇，偶像的力量就是真的很大，所以从那天开始，我就觉得我要成为一个。很厉害的偶像，然后呢，有一天我一定要站在黄子韬面前，告诉他说你是我的偶像。这张纸我还留着，这一张纸我还留着，我还放在一个保存袋里边。就是因为在这一个路上，就是让我学习了很多，然后让我今天能站在这。然后我最近出了一张专辑叫《天气晴》，有一首歌是我找了黄子韬老师跟我一起合作的一首歌，叫《像孩子一样长大》。如果大家还没听，可以去听一下。好，对，这个算圆梦了。我刚才看这一段的时候，心里面感触特别特别多。然后今天又是淘汰赛，所以压力也会比较大。本来我之前有别的故事想讲，但是我突然就想到，突然感悟到，我觉得其实算了吧，你就走吧。不，不是走。其实为爱的人做的那些奇奇怪怪的事，我不用去外面找。我觉得火星的每一个特工都是我爱的人。哎呀，来这招，哎，来这招。
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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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相信，我也不准备故事了，我现场即兴唱一些我最想唱的话，唱给每一位朋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可以吧？好的，来，但是调子别是。两位特工，我喜欢你呀、啊！你们要告诉我在哪里？预备，今天我可能就来这个嘛，就来这个嘛，真心话想说，调子不重要，真的是这首。但是你能用这个调子让大家都有所感触，也是挺厉害的。我试试，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来，加油加油！来，加油加油！今天我可能会离开这里，但是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是好兄弟呀。接下来来让我来夸夸你，首先要说到的是汉哥，什么样的好事都带着我。如果我要离开这里呀，我还是你的好弟弟。哎呦，说完了汉哥先说，之前薛之谦真的不一般，可能我会离开这里呀，但是我还会买你的专辑。买完了专辑说杨迪，杨迪真的是非常努力，可能我会离开这里呀，但是真的向你学习。接下来说微微和梦辰，一个是男神一个是女神，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，希望你们都是幸福的人。新来的特工真了不起，一个帅气一个也帅气，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，因为他们两个有腹肌。说一说小鹿和山妮，他们两个都非常美丽，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，因为你们真的很有勇气。微微该和张馨予，你们三个肚子里有东西，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，你们三个真的要多努力。火星的观众是特别牛，无忌都一直在守候，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，我想跟你们说 I love you。 最后我想说说方嘉怡，如果能带走一个就是你，可能我要离开这里呀。来吧，一起。你别走，我不想走。感动啊，有点感动。哎，其实吧，我是一个就是北方男人，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煽情的人。你还没淘汰呢。不不不，如果让我说最喜欢的地方，一定是火星情报局。